就是说男生不用说，肯定是直线，肯定是直线。女生呢是弧线，一定记住，女生有一个弧线，这时候身体的位置会有一个接触点的变化，通过脚的变化，然后男生身体的这个视力给女生的视力，然后身体的位置接触也会有变化，脚位也不一样啊。你现在说的其实是这样的，直坐，然后呢，然后你就会感觉很不舒服，因为你只是做了一个锁骨。其实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你通过我的这一边要绕到我这边啊，那个力量沿着我的身体，沿着我的身体转过来。所以这时候你要体会，第一步向前没问题，第二步这一刻的时候，女生的力量就已经要往这边去了，啊，就要往男生这边包过来，所以我们的接触点也会从右侧和女生中心的接触变为左边接触到女生的右侧，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当我的脚落地之后，看啊，这是我男生的脚落在女生两腿之间，别落在她外边，落在女生两腿之间啊。这时候男生有一个自己的转动，当你转动过来的时候，你又变成了右侧和女生的身体中心的接触点，又变成了这个位置，然后你转移重心即可，然后交换转换再起来，你就会觉得这个动作比较顺畅啊。我们再试一下啊，稍微啊，我们 4, 5, 6, 7, 8, 9, 10, 3，再看一次啊，这个，大家从这个角度看，看我把女生是不是从我的这边带到我这边，我呢依然保持在前进的方向啊。就这是一个，就是不是动作配合在一起就会跳，是你必须男生要做一个给女生的信号，女生也敢于脚呢第二步打横啊，第一步向前，第二步要跨一包过来，你的力量是到这边来，然后再啊是锁前，锁前啊，因为这个动作有几种跳法，不管哪一种跳法，女生走的力量都是这样的。啊，你不可能直的朝自己方向，因为女生现在，我们现在是朝左边去产生转动，所以这时候我是内圆，女生是外圆，所以女生一定要绕走过来，我呢是在里边，啊，现在女生在这条直线上往左边转，女生是在直线上去做动，女生是在直线上。然后结束就到这里，你的动作就不够流畅啊，所以说女生一定感觉是一样好的，男生脚在女生两腿之间，就是你必须要在这儿，我们很多男生的脚呢是在女生的这儿，那接下来的动作就比较难跳了，就很纠结，连女生过不去，所以男生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身体给，就是身体有一个上半身啊，不是下半身，是上半身的一个画圆，啊，像做那个 wing 的那个动作，就是翼步的动作啊，有点像，就是你要给女生一个这样的引导，比如说我们的上一次说翼步，你要有一个翼步的这么一种引导。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个正常位置啊，看一下，如果说连起来 4, 5, 6, 7, 8, 9, 10, 11, 12，到这个角度，然后继续向斜前方，不要向旁，不要向旁，男生做击剑步，继续向斜前，在这条还是在这条直线上向斜前运动，这是我们身体的位置，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角度，
啊，女生呢，如果没有我的话，她的重心完全待在她的脚心靠后的位置，不会给我很大的压力。然后呢，我再找到核心，在这个互为重心的前提下，我们就很自由，我们就很自由，啊，我可以转得更大，啊，转得更大。所以说，要有自己的重心，要记住这个方法是怎么让女生过去啊！记住，女生是走一个曲棍球。那个我们经常说拉丁有个曲棍球，标准舞也有曲棍球，啊，就是你要向前带女生，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脚应该在哪。如果我做那个纺织布，一好多人也是这么跳，这个就不冲掉女生。就当我们在做纺织布也是这个道理，男生的，因为他是往左边，所以男生的身体要给女生这个示意，男生要略微延迟一点点，延迟一点点，保持这个脚在女生两腿之间，然后我才能把重心推上去，做一个外侧换。啊，所以大家看脚的话，男生这一步其实是在女生两腿之间在。这是一个就是领带技术上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要点啊，希望大家有这个意识。然后男生注意啊，你把女生往这边放的时候，男生很容易头去向左前方啊右前方，你会觉得啊女生把我破坏了，女生把我的重心破坏了，所以这时候男生要特别小心。你把女生往这边带的时候，这个你的轴心始终要保持在你的肩膀右肩的这个位置，别往前，留在后面，跟它形成一个平衡。然后你的方向看的其实是你的继续运动的前方啊。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就我这个头，我会。就是我们的视线，包括我们的头，这个定位，其实代表了一种对我重心、对我方向的这种肯定。啊，如果我的眼睛是虚幻的，我肯定是没有重心的。所以说，男生，我们的眼睛是一定要放出去，是看到你要带的那个点。所以说，你要看到，再回来，到重心，看到。看出去，大概是这样的。你这个动作上不去，应该有这个原因。虽然这里面还有什么，啪，什么往前推。我想在这里不用说这个。你先把脚也做清楚。我做一个，哪怕我不带摆荡的，我做一个普通的，那我要把这个位置带到，那我就是这样子。也可以，您感觉啊，我很舒服，我很舒服就能把这个动作做了。所以大家先别追求这个啊，我只是说，我想到了会告诉你。但是如果你的程度还没有那么高，你先把这个位置做好，把这个身体的这个脚的方向带对，你就会舒服啊。很多人是走直线，然后又打横，不可以，既然去就是一条线直去。